那我就赶紧去找。哎，Hello， 我回来了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先喝个凉的，喝个凉的，喝这个凉的。我以为你会准备特殊饮料。晚上时间还没到，对，要留在 BBQ， 哎，对不对 ？BBQ 的时候就要配一下啤酒这样子。喜欢你这个饮料。怎么样？你们旋转，那你会怕吗？我你有转一圈了吗？哎，转一圈，腰力不错。我腰力不好吗？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哎，你们就继续啦，我就这样继续转下去啦。怎么可以没有事？来来来，好了，准备尖叫哦。不要怕，我已经数十年没有这样子。控制一下好吗，这位姐？你太嗨了吧！控制一下，他不会跌倒吗？他不会倒，哇，360度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这椅子超酷的，腰力不错，腰力不错。这椅子哦，是它叫 Sponge Chair， 那它是英国的建筑师海德维克设计的。对，有没有很像摩天大楼里面那个移轴的这个大螺丝？有没有？你看1:1放大，然后就把它变成材质，然后比较防水，可以放在室外。那就很有童趣这样子，那你可以在宜兰的天空看星空这样。哇，真的有艺术的人，讲话就是有艺术。哎，这位没艺术，不要一直在那里打破，通告费要扣一半哦。有艺术的人讲话很艺术。我刚刚说一进来，感觉像那个第六感生死恋，两个在那里搭配。哦，黑线，很像。黑东西啊，黑线啊。那个尼克拉公跟我讲的。你们两个像立刻假装不知道第六感生死恋，观众朋友，没有人认同我。我妈这个造型有一点点像，原来人家是有典故的哦。对，从悬椅子就这么讲究，大概可以猜得到哈。Helen 他们家的职业跟这个艺术很有关系哦。当然有关啦，一定是相关的东西才有这个 sense， 知道有这些东西呀。要不然像我们这种台北怂，对不对？怎么会知道这？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可以拿来打陀螺吗？我刚刚一进来啊，小朋友到了，哇哇，穿比基尼，哎，你下课了。所以你们的职业其实跟这个很有关系。对，你们是做建筑相关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进去玩 ，Go。对，我先生是建筑师，然后我也是念建筑的，对，我是念成大建筑，然后我先生跟我父亲都是建筑师。哇，对。那很酷的是说，因为你们都有这样子的背景，然后为了孩子，然后大家能够住得很愉快，所以这个房子号称是活着的房子，对不对？活着。哪里活着？我看到什么？带我看一下哈，哪个地方是活着的？其实你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它都是活着的，包含植栽，包含我们的人，我们的孩子，好，所有的事情，包含水也是自然流动的，都是活着。生态池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生态池，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鱼。然后就是自然涌泉里面，然后它自然有很多的无锅鱼，它还会繁殖小鱼，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小虾。哦，里面有虾，完蓝立刻肚子饿了，你看。小虾掉虾了。小虾对而言太小了，对。这边哇塞，全部里面真的哎，只要近看你都会看到。是，甚至我们还可以有气垫床，我们可以浮出去，然后小朋友他就可以很近的接触鱼或者荷花等等的落羽松，然后在落羽松的水中间这样子嘿游玩，很好玩，直接在这里面玩哦，在自家门前的小河玩的概念。对，哎，哪个地方是你当初在整理的时候最辛苦、最难处理的啊？其实不会啊，当初其实你们看到的这边其实它都是平的，那我们的概念就是把这边的土搬过来，然后变成一个小岛。那做出一个比较自然的生态池，让水它可以流动。那一流动的时候，你也不容易产生孑孓，就比较不会有蚊子。难怪我都没被叮。对，完全没被叮哎。对，一般到了比较郊区或者乡下的地方，你都会觉得啊，很容易有小黑蚊，但是在这边不会，因为鱼也会吃孑孓，虾也会，然后你水又是活的流动的，那就自然而然不会。而且落羽松在这里的 idea 超好的。对，怎么会想要用？非常有氛围。对。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个房子我们叫做哈 house 秋，那秋的话比较是秋天意象，那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样的树木它是一个变色的树种，透过景观的颜色变化，然后天色的变化，我们就可以营造一个秋天的氛围这样。那现在是夏天，你看到的是绿色一片，对不对？等到秋天的时候，这边是变成黄色、橘色，非常的浪漫，好美哦。对，很像欧洲。对对对，预约秋天。对对对。这样每个六日我都会出现在这。对，都会很不想走，小朋友都玩翻了这样子。对。哦，这晚上也应该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会有青蛙叫。
蝉叫，然后再加上星空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太疗愈了。对，然后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坐在餐桌，那你看出来就会有黄头鹿啦、小鸭啦、鸳鸯都会来这里戏水，真的，它非常有趣。因为你是自己来的，对，它可能先回家睡觉，第二天早上来这里。然后冬天是会有候鸟来的，啊、真的、哦，对。很多人会拿着大炮，很想要拍这些候鸟、哦、而且都是完全天然的，对，不是我们故意要做什么事情去。对，哇，好棒哦！小孩在这种地方生长真的太棒了。那还有果树哎，那其实我们就很简单坐在这边、嗯，因为像这个，哎呀，也是巴西的地毯草，嗯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坐起来比较不会刺的草。哦，那也是我们在讲活着的那个概念，就是我们人去很自然的亲近我们的土地，嗯。看我们的景观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然后你就很自然放松，有没有？它不会太刺，完全不是那种刺的感觉、啊。对啊、嗯，它不是那种尖尖长草的刺、嗯，所以这个地毯草也是非常的好。哦，好棒哦！对，来，立刻鞋子脱啦，这样随时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，随时可以把蓝叶推下去。哎、欸，不错哎，超放松的耶。对，然后你看我们这边还有芒果树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真的有，非常可爱。然后夏天它已经、啊、对，已经要成熟了。那时候这一颗就是开了，开满了芒果花，我们就哇。今年要大结果了，哇，会大丰收哎！对，我们就等 Helen 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再来采，可以可以。我太晚知道了，刚刚那个门一开，我就先把芒果摘了。现在芒果已经有两三颗哎。其实芒果树原本是比较高的，嗯、对对。那我们是特别把它用比较矮，小朋友就可以去摸芒果，棒哦！我觉得小孩这样好好哦，很轻易的就摸到自然的东西。对，而且他们在那光着脚丫也不怕刺到，也不怕受伤，然后掉下去，跳下去 OK 吗？也 OK， 它才到脚的这里哦。是浅的，对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走下去。浅的活水，对对对，好棒哦！对，偷偷沾一点水，哇，好冰凉哦！而且你仔细看，它其实是非常透净的。哇，来，你看下去了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安排让它跳水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来这边就是一定要跳水一下，很像日本的乡下那种很清澈的小溪。喂，台北有事情找我吗？喂。哎，这里收讯不好，赶快把电话收回来。哎，我觉得这里就完全不输国外耶，对，好棒，好舒服，就是很放松。那大家小好朋友相聚 ，BBQ， 然后跳水。很安静，然后晚上也不怕吵到人。小孩放电，你说刚刚他们已经准备要放电了，三个已经换好泳装在这里了。对，感觉这个就是每天都在玩水，对，让他们彼此消磨体力，赶快带他们来玩一下，好好好，他们已经动了一点啊。平常是二打三哦，对，你的环境完全就是为了孩子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这个草，我怎么跑？对，就是非常的安全，嗯，然后小朋友随便想要跳，嗯，想要滑，想要跑，哎、嗯，然后想要跳水、玩水都可以，随便就是随时都可以。然后那个水是涌泉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涌泉的话，小孩因为他也没有太深，你刚刚有跟我讲，对，这里就是自然涌泉、哦，就是地底下真的直接冒出泉水来，这就是自然涌泉。这在宜兰只有两个地方有。对，其中之一在这个地方，对的，哇塞，所以就特地挑这里哦。对，而且既然就是在这里可喜可贺连续两台，所以命名也是跟小孩有关系吗？倒是没有哈，我们这里我们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叫 Ha House， 就是我是 Helen， 嗯，那我先生是 Aaron，、啊、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共组一个家庭好像哈哈 哈很开心，有没有、嗯、？Ha House， 那我们有春天，有夏天，有秋天，那这个是我们秋天的一个房子设计，所以你会在这边看到非常多落羽松包围、嗯，就是它可以营造出很秋天很浪漫的那个气氛。哦，是这样，然后还所以由此可知还有春天跟夏天，是哇，春天的就会开满各式各样的花，哇，然后夏天的就是有更多游泳嘿的地方 ，Hello， 啊，他们很开心，搞笑吧。你赶快帮他穿上，哦哦，那你帮他脱尿布，你帮他穿上 ，Go。大的照顾小的，好 ，OK。大的照顾小的这样子，对。而且放他们去玩也没有危险，很棒，又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那边的话呢，就是平常时小朋友如果真的说，哎，孩子们可以上去玩喽，大家就对，我们可以试试看哦。等一下我们拿这个，我让你们试试看。这个呢，连大人都可以坐上去，这就是其实是很像露营，现在大家很流行，有没有气垫床？哦，可是气垫床，我们把它变成气垫船。哦，是船哦，对，让你直接浮在水面上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很
清楚的看到涌泉下面的鱼，非常有趣。好棒哦！对，那我有个孩子在那儿，尼克，你是在 stand by？ 这么大的孩子，男性大孩子，来尼克，我可以跳了。等一下。王世坚跳的时候只有一次机会，来尼克跳，一定要抓好角度。这边可以跳吗？里面都可以的。就开始秀字幕了吗？有没有看到？里面就是干净的鱼、水草，一米五深。哇，好干净，好轻松。预备好了没 ？Are you ready？ 尼克来。OK 啊，里面舒服吗？有没有很舒服？哇，很像在日本乡下游泳，有没有？对啊，非常的凉。我先不回去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那我要睡船上。等一下，尼克还会拯救你，如果自己滑不回来的时候哈。不行啊，我还要冒雨。好，来换我们这边。你试试看，非常有趣。我说真的，你就让小孩自己这样玩，就丢给他们跳也没关系哦。对啊，我们。爸爸也可以在下面，或者我在下面，然后我们就上去。对，来，好，等一下停哦，停，好停呢，好，听你来，我上来，那你要跟我上来吗？你就是直接上去，我会不会掉啊？然后身体放低，放低，就这样，有没有很安全？好安全哦，好，那一起来吧，谢谢蓝尼克，哇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很好玩？今天我休假哦，不要再工作了，谢谢。对。喜欢留言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，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你喜欢车子的朋友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试驾统统都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变成微微跨界大赢家吧。